所以你是不是也没再想报仇的事了？这王皇后一日不懂他，我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今日此时找两位大人来，就是要商量二事。我要你们访遍民间，找到两个人。不知昭仪要寻访的是何人？一个是能医治风疾之症的医者，另一个是装神弄鬼的骗子。